刚好江街文啊，江汤江街啊，行。那个 ，Hello， 怎么了？笑一下。你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呗。今天晚上。今天晚上，所以咱俩加那个微信吧。啊，微信联系也行。微信联系。行，那不打扰你，拜拜。好巧啊。真的知道我说帮你加班？知道了，那你故意的啊？对啊，我看到真的，200块钱，套路。我看你有公司保安是吧？嗯。年纪这么小就想当保安啊？稳定嘛，主要是想保护别人。保护别人，就是说有这种。啊，对，就是保护欲，保护一方情感，有什么星座的？保安要看星座吗？射手座。射手座吗？射手座的。合适吗？当然，最喜欢射手座了。啊！射手座最适合做保安了。行。那个，还会几个男？两三段没多少，两三段。这一个当保安为什么才啊，也很重要，就我比较在意这些啊啊啊，身高挺高的，188啊，拖鞋185，拖鞋挺厚啊。平时有什么那个兴趣爱好吗？打个羽毛球，打羽毛球，健身那个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在有有，真的挺好的。那不然怎么当保安？就挺近的，还没多远，走路几分钟。那能上个羽毛球？那你有个重要问题，公司这个保安不能有女朋友。我单身，正好。单身啊，那太合适了，非常合适。那个，从旁边入职。我随时，我现在也没什么。明天。可以。明天9点。行。那入职吧。好的。哎呀，招保安啊？不是保，我面的是保安。保安招满了。那先不去保安了，我去个助理，当助理。助理，助谁呀、啊？当然是助我了，助谁？我不会呀、啊。我教你。那钱跟一样多吗？当然比保安多了，保安风吹日晒的，你知道我可。行，你教我就行。上哪家吃饭？不吃了，那明天白天吃呗。行啊，那今天就到这儿，你晚上你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天来上班。行了，那我先撤了。拜拜。